接下来这位得奖者今年才34岁，已经是本地顶尖医美集团 In Medical Aesthetic 的 CEO， 在本地一共拥有8间诊所。接下来更计划把品牌引进东南亚地区，他的公司呢去年的总收入是1200万，这个增长率是相当的惊人。话不多说，现在就邀请这位美丽与智慧并存的 CEO 上台领奖，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郭丽颖医生。 首先，我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他们的细心栽培成就了今天的我，谢谢你们。又不是拿诺贝尔奖，是那么感动吗？接下来，我要感谢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我的丈夫刘。如果不是他支持我创业的梦想，也不可能会有今天的 In Medical Aesthetics。 Honey, I love you。 有什么恩爱啊？怕没人知道啊？就是啊，需不需要马上搬张床过来给你们？<笑>最后，我要感谢我最最最最最最最亲爱的双胞胎妹妹郭丽婷小姐，谢谢她比我迟出生3分钟，我才可以赢在起跑点。谢谢大家。 <笑>我们家小云啊，3岁就懂得加减乘除，就好像计算机这么快，我就知道她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对啊，戴姐这个人肉计算机去巴沙最方便了
应该没有人看过那么大的计算机吧？蒋亮小时候怎么可能比妹出色呢？小小年纪就懂得爱护地球，自动自发地为公园的树木施肥了。你是说小婷七岁的那一年，我们一家人出去公园玩，然后她就肚子痛，就在一棵大树下解决了。蝶，你最近也是得了一个大奖，对吧？是什么奖？哪个机构办的 ？Mr. Jewelry， 他上个月才刚刚得了最佳员工奖。哦，那好啊，这有努力就有回报嘛，再接再厉。有句话说，越努力越幸运。看来你现在真的走运了，但是我觉得运气不可靠，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对了，你最近是不是改行当地铁驾驶员啊？怎么脸上的地铁路线那么多了？哪有啊，你眼花看错了。我们的集团刚获得了瑞典最新美容仪器的代理权，去除皱纹非常有效的，我可以帮面安排一下。还不赶快谢谢你姐。 Thanks， 姐姐帮妹妹是应该的。好好，我们去拿点东西吃吧。哎，好啊，好好好，来。真的要谢的话，就应该谢谢你姐夫才对。是他费尽唇舌，打败了好多跨国公司，才拿到这个代理权的。在商言商，其实瑞典总公司也是看到我们可以帮他们带来可观的利润，才会选择我们的。宇航最近也刚向 WWF 提出一个摄影的 project， proposal 也非常完美。WWF？ Vivian 我很熟啊，怎么没听 Vivian 说他找了你？哦，我不是跟 Vivian 谈，我是直接跟他的上司谈的。Tammy？ 啊，是啊，是 Tammy， 我们挺熟的，上个星期我们还一起吃韩国烤肉呢。他不是素食者吗？我们说的 Tammy 是同一个 Tammy 吗？不就是 WWF 的 director Tammy Dunn 吗？啊，我知道了。你说的 WWF 是 World Wildlife Fund， 我说的 WWF 是 Waterloo Wayang Federation。 Tammy Tang 就是这家 Waterloo Wayang Federation 的老板。你不要小看这个 Waterloo Wayang Federation， 他们其实是一家很伟大的机构。他们的宗旨就是要保留传统的戏曲文化艺术，好让我们这些后代人还有机会看得到华人的文化精髓，传承下一代。我一直都很欣赏宇航的，即使赚不到钱，他还是愿意去做。这种毅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妹，你真的是嫁对人啦。嗯，是啊。最佳员工奖，不如说最佳清洁工更好。WWF 就不能提别的吗 ？WWF 是你这八个月来唯一有收入的工作。那叫贵精不贵多。是吗？不是因为他们请的摄影师在厕所滑倒跌死才会找你补上的吗？那是他们运气好。那摄影师跌的正是时候，要不然也不会遇到我有空。跟不懂艺术的人讲话，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喂，开门呢？不好意思哦，这辆车只载不懂艺术的牛。试试看。喂，开门呢？喂。你真要这么做吗？超出来了。梅老师，古人不是曾经说过，看戏的是傻子，演戏的是疯子。我这一次的摄影主题就是戏子如疯子。
我所追求的是后现代表演艺术的一种呈现方式。我要通过传统戏曲文化的扭曲来痛批现代人对祖先留下来的艺术根基所表现的三不态度：不信、不认同、不重视。梅老师，请您相信我的艺术事业，这作品一旦问世绝对轰动全城，到时候一定会更多人认识传统戏曲文化，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更重视这门艺术。再怎么说，我也是2011年金像姬大奖最有潜力和最佳摄影的得奖者，我绝对不会砸掉自己的招牌。梅老师，让我们共同创造永垂不朽的艺术作品吧。好，拍。啊 ，no， 我需要你疯狂的吃，你就把它当作这是你喜爱的美食，迫不及待的想把它吃完。差不多是这样，但可以再疯狂多一点，开放一点。等一下。为什么是巧克力？我不是说准备泥土吗？什么？你竟然要我吃泥土？梅老师，别担心，我特地安排我的助理准备的是有机泥土给你吃。摄入有机泥土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建立起一层保护膜，而且还可以促进营养物质的吸收。要吸你自己吸，我看你才是疯子。你要去哪里啊？我不拍了。不拍？我说过多少次，要做我的助理，就得200%听我的。可是要人家吃泥土，很没有人性哎。我要的是真实性，不是人性。Get out。你真的很有才华，有没有想过自己当老板啊？你觉得我可以吗？当然可以。你很有当老板的胆量。只有老板才敢写出这样的 report， 不怕会有上司骂。做了那么多年 ，sales forecast 还是一样一塌糊涂。一个小时内重新做一份给我。我现在马上就去做。等一下，还有什么事啊？我的股票赚了一点钱，现在心情特别好。那 report 是不是可以明天再交？我心情好，想请大家吃糕点，你去楼下帮我买糕点给大家吃。那 report 怎么办？你说呢？坐坐坐坐。嗯，来。结婚35周年快乐，这是我和柳的小小心意。哇哦。怎么了？是不是开心到说不出话来了？我知道你们一直很想去马尔代夫的，所以买了2张飞去马尔代夫的 business class 机票，还有5天5星级酒店的礼券，随时可以出发了。是这样的，小婷刚刚给我们2张来回马尔代夫头等舱机票，还有7天6星级酒店的礼券。我看这个机票跟酒店就别浪费了啊，你们两口子自己去享用吧。升职啦，那么大手笔。我一向来很大方的啊，最近股票赚了一点钱，想跟 Dad 和 Mom 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不是送错了？我们订的套餐没有龙虾。是我们的没错，我把688的套餐换成1088，就像我的爹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尽情享用吧。是啊，大家开心就好。Happy anniversary！ 是谁让你自作主张更换套餐的？我是帮你在家人面前争取面子。是你自己想吃龙虾呗，
WWF 的 project 都泡汤了，你哪来的钱？跟那些不懂艺术的人合作，不要也罢。你所谓的艺术，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懂啊！这种臭脾气，谁敢跟你合作？看你请助理就知道了，一个换一个，比比比换尿布还多。达不到我要求的人就该傲了。再怎么说，我都是2011年金相机大奖的最有潜能和最佳摄影的得奖者。这句话你要用到什么时候？艺术是灵魂的粮食，你的灵魂早就被金钱吞噬了。一个没灵魂的奴婢赚钱买的车，你应该不稀罕走吧？有一个内幕消息啊 ，DSC 徐斌啊，这两天会被一个国际船运公司给收购，公司的股票呢肯定飙升了，现在就是入场最佳时机了。消息可靠吗？简直比气象局的天气还可�靠啊！那好吧，帮我投进50万。才50万？那是我所有的积蓄了。那太可惜了。如果你有更多钱可以投资的话，搞不好一夜之间呢、啊，你成为新加坡十大女首富啊！我叫 Alex Lee， 今年25岁，修读的是 Fine Arts， 做了2年的 freelance photographer。Stop it. It's boring. I'm not interested. Write something. 为什么 creative？ 因为我很 creative。充满创意才华。既然你那么才华横溢，不如换我来申请做你的助理好了。Get out. Get out. Out. Lady, is somebody? Hi, I'm Mona. I just graduated from the London College of Renaissance Arts.我管你是毕业于 London, Paris 还是 Pasir Ris, I'm not interested. Write something. 为什么这么写？你对艺术很执着，凡事要求都要精确、精准、精辟，所以你要我 write something， 并不是想要了解我的心思，而是在观察我是否能精确、精准、精辟。的表达你要的东西。我最记得的是你在2011年金相机大奖得到最有潜力奖和最佳摄影奖时说的那番感言。我不是艺术家，我是一名艺术工程师。艺术不是水性，而是要通过精确的计算、精准的构成，才能精辟的表现出它的真实性。摄影器材每天至少清理2遍，工作室的冷气温度一定要在22度。还有，我不喜欢你身上的香水味，明天开始换成 jasmine 香味的。我是被聘请了吗？要不然，难道我刚才说的都是废话？你可以快点跟上吧。Thank you。你就是他新请来的助理。Hi, I'm Mona. OK, stop. 我不想知道，我也不需要知道。反正你也不会生存太久的。我在做薄饼，你要不要一份？我的命已经够薄了。做完奴隶回来了。要不然呢？哪来的钱为家里的蛀米虫啊？你放心好了，我不喜欢吃米，只喜欢吃薄饼。嗯，也对，薄情的人应该最喜欢吃薄饼了。你的薄饼最好达到他的要求啊，要不然你第一天来上班就要被他给炒了。放心好了，绝对不会有人像你那么有才，连弄热一个罐头汤都可以让人觉得难以吞咽。嗯，那祝你吃得开心点啊，小心哦，不要被拱到。不要理那个疯婆子，刚才忘记通知你千万不要放花生。我一开始就没有放了，
我知道你对花生过敏。你怎么知道？你在2014年8月刊登的《Attitude》杂志里的一篇访问有提到啊。哇，没想到 Mona， 你长得漂亮、细致，很细心，做事也很细腻，不像某些人，只有心眼最细。哎呦！喂，干嘛？对不起啊，我的心眼太细了。TSA 食品怎么会突然破产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也损失惨重啊。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把我的钱拿回来。我也自身难保，我挪用了公款来去投资，我现在在跑路中。别跑啊！谁让你进来？在忙啊。哦，没事没事，是等一下才处理 ，OK。什么事啊？不打扰你就好了。我过来是想问你关于越南厂商的 invoice， 他们说还没收到这个月的钱，该不会是被你私吞了？你皱着眉头，透着不安的温柔，你温暖的手，守不住危险念头。